头疼，但爱也人日思夜梦，爱不愿放，等彼一天，等你回航，看到你手挂着爱的手环，心有人情的人淡淡，为你梦啊梦的忧愁花丛，白白收着爱的空房，为你留啊留。蔡能贤学长，蔡能贤学长，物理系77级毕业，于1989年加入台积电担任研发部门经理，成功的开发并量产1.0与0.8微米制程，并在担任一厂和四厂厂长期间，建立工厂管理。各位学长，各位学弟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非常高兴有这个荣幸接受这个奖，这个对我意义非常大，我会珍惜的。谢谢学校。我刚才走进这个门，牵着我妈妈80岁妈妈的手，我的眼眶是红的。我毕业36年。第一次来到清华进这个礼堂是40年前，我妈妈40年前牵着我的手，送我进了清华，像海一样的教诲我、支持我、爱护我，我的母亲。如今变成一铺白头帐。再次